来最大宗1.8亿网恋骗案，中招女事主正有启示独家曝光，轰动全城1.8亿网恋骗案，本刊找到女事主是网上的正有启示，她坦言自己丧偶，希望找到一位人生观正面、窝心、自信、思想开放的伴侣，但是没想过会跌进网恋陷阱。本刊又揭露案中骗徒的犯案招数，除了以嘘寒问暖的手法攻陷女事主寂寞芳心之外，更加伪造大量的单据扮做生意，以及刻意在借钱之后主动归还部分款项等等，令到女事主完全放下戒心，从而越堕越深。欲知更多内容，请留意新一期《东周刊》。